我现在来介绍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极限，这个极限的话呢，在三角函数的微分的时候我们会用得到。那它的内容就是，当一个角度非常小的时候，sin 西塔跟西塔的话呢，会趋近于一。它的意思是说，这个西塔的话呢，要注意的是，它是一个弧度啊，进度量。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去解释这个极限呢？ 我们要利用我们前面所学到的那个叫做假起原理。首先的话呢，我来看一个图。这个图的话呢，这个是一个单位圆。那这个外面的这个线的话呢，长度半径叫做一。好，我们首先的话呢，来看一下这个坐标，这是西塔。那么这个坐标是不是就是 cos 西塔、sin 西塔？ 下一个图的话呢，这个扇形面积怎么算？扇形面积的话呢，这是二分之一 r 平方西塔。我们的话呢，写一下，二分之一 r 是多少呢？是1。西塔呢，就是西塔。这个扇形的面积，我肯定的说，我们来看看第二个图。第二个图这是三角形，这个扇形面积一定比这个三角形来的大。那问题来了，这个三角形的话呢，面积怎么算呢？ 我们来看这个坐标叫做 cosine 西塔，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，它的 x 坐标就是 cosine 西塔，y 的话呢叫做 sine 西塔，所以这个叫做 sine 西塔，所以的话呢，这个三角形的话呢，它是大于等于二分之一底乘高。 二分之一底乘高，再来看看，我们再来看，再来看第三个图，第三个图是更小的一个扇形，这个扇形的面积是多少呢？二分之一 r 平方，这个 r 的话呢，就是变成 cosine Theta 了，所以的话呢，它又会比二分之一 r 平方，r 是多少呢？cosine Theta 的平方再乘上一个 Theta。 就是一个不等式，这最大，这个居中，这个最小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的话呢，下一步，我们三个都有一个二分之一，我们二分之一通通都不要。好，然后大家都一起除一个西塔，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 cosine 的平方西塔小于等于它除以一个西塔是西塔分之。 sin 西塔，cosine 西塔，再小于等于一。我们来看一下，现在的话呢，我们大家在一起除上一个 cosine 西塔。为什么要除以 cosine 西塔呢？因为我的题目标题是 sin 西塔除以西塔，所以我们大家一起除西塔是 cosine 西塔小于等于。 西塔分之 sin 西塔小于等于 cosine 西塔分之一。好，这样子的话呢，我们得到了一个不等式。这个最大，这个居中，这个最小。那现在的话呢，题目是什么呢？西塔趋近于零，那么我们就让这这个不等式三个式子全部都一起趋近于零。那么我们来看，当西塔趋近于零的时候，cosine 西塔。 还是一样，小于 limit 西塔趋近于零，西塔分之 s i n 西塔，小于等于 limit 西塔趋近于零，c o s 西塔分之一。那么我们可以知道是什么呢？当 c o s 的话呢，这个西塔是很小的时候，c o s 西塔会越接近一，所以它会往一靠近。这个地方呢？ 趋近于零 c o s i e 西塔会趋近于一，往一靠近。根据假体原理，我们可以知道，sin 西塔除以西塔，当它取了一个极限以后，它会趋近于一。那这个极限的话呢，我们未来一定会用到。